来给你看看，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家的呀？这啥玩意儿啊？来，我瞅瞅。你又要干啥啊？我要打造秘密基地。秘密基地，人家床单被罩在这个阳台这晾着呢啊，他给人家拿下来了啊。这不有一个衣服架吗？你要在这儿摆呀？啊？对。看这一堆都拿着让你霍霍的，是不是？累挺。累是赶紧睡觉。我呀。我无言以对了啊！一会儿你霍完啥样，你给我回去叠啥样啊？放床底下。以后我要整个小帐篷。整帐篷装你啊？不是，好用。咱就开始看他的表演啊！以后涵涵不住在床上了，就住在这儿了。衣服架塌了。你不要帐篷吗？这不正好帐篷吗？是你是一天今天作业少啊，把你闲的是吧？啊，小涵。今天老师留的少，开心。咱家一点隐私都没有是吧？啥都愿意知道了。啊，这老被也拿出来，你要咋整啊？走这儿，你上那边去。嗯，我上这边。我都把你给他整塌了。妈妈，被给我拿下来。哪个被呀？都拿下来，周下来。哎呀！今天就搁那铺一个底儿，铺了多少层啊？在这儿。一里半天搁那鼓呢啊，整没整完呢？啊？没有。哎呀，我天哪，还得多长时间呢？一百年。你在里边待一百年吧？这不从这钻出来了呢？给你们看看，从来我们家沙发茶几没这么干净过。快出来吧，搁那里憋一小时了都，马上这出来。现在我的秘密基地已经 OK 了。行。请呢？有。欢迎光临呢，还整得挺隆重啊！来，咱们进一下这个小屋里，哇，看看，这是映入眼帘的是整个全景，这咋出来一个脚丫子呢？参观一下我的家吧，看这些是小流苏，嗯，挂在上面的，对的，来装饰一下，好看。这说是我的小床，嗯，躺在这睡觉的，可以的。之后这里还可以当一个沙发。对的，沙发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在这不磕脑袋吗？还行，就是这个有点夹头发。那起来让我感受一下子，看，我这也钻不过去呀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是躺在这里边的感觉。上面还有支架。哎呀，这还有个大脸。哎呀，那我这个秘密基地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评论出来哟。这下视频就到这了，喜欢老兵啊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嗯，小安晚上要在这睡了啊，我不打扰你了，拜拜。